伸手就能触摸天空，从前天真愚笨，什么都不用懂。老师们，从前因为一个眼神碰，当初是你心动，从前幻想是会快乐，还是江时琴你快醒醒啊。喂，什么？世奇把花小事救上来了？怎么可能？江总，快跑吧，警察来了。爸，让开。爸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。为了这个家，你就要这样伤害小树吗？我们也是一家人啊。他害我失去了一切，我和他从来都不是一家人。来不及了，警察已经在楼下了。陈心怡已经被抓了。医生，蒋世奇怎么样了？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病人在水中缺氧时间过长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如今科技这么发达，一定会有别的办法的，对不对？都怪我，我就不该留在这儿。我要是不留在这儿，蒋世奇就不会出事了。小石，今晚会有流星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小石可以回去了？只要你回到过去，就能改变未来。小石也可能会醒来，但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会消失。所有的一切都会消失吗？这世上只有你还会记得这段记忆。没关系，只要他活着就够了。蒋世奇，我要回去了。好可惜啊，这枚一生唯一的戒指我却不能带回去。蒋世奇，你是我的初恋，也是我一生唯一的爱人，虽然迟到了十年。花师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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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。我喜欢你，十年前我喜欢你，十年后我还是喜欢你。打开窗帘，让阳光洒进来，白色的裙摆，调侃着我百无聊赖。笑得像小孩，让我快坦白，有什么隐瞒我傻笑着说不出来。难道我的线索全都被你猜，计划要被发现的我有一点点不安。快快快快快快，我感情也是我来，所有的坏坏认真，你是我一生唯一的真爱。总是会有一些